守戒就是守心。佛说，如果一个人能够持戒守法，他的一生就会身心安定，没忧愁，没烦恼，没恐怖。这个法指的是佛法。实际上，一个人修心靠的是持戒，就是知道自己什么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事情不能做。一个人吃苦，就是因为守不住戒，不能持戒。我一定要这样，到最后就会吃很多苦。所以修心修到最后，实际上是告诉大家，一个人就是要能够守戒律。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守戒律，他的心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。大家想一想，人是不是整天在乱想？人是不是整天在思维混乱当中活着？很苦啊。师父要你们懂得戒律。戒律是什么？戒律是一切善法的根本。因为你守戒了，你会得到安定，你的心才能安定。很多心很定的人都是因为严守戒律。家里吵架，如果对方不吵不讲话，这个人就是在守戒。一碰到境界，跳得比谁都高，叫得比谁都响，这个人就叫无戒，就是没有守戒。所以因戒会得到定。如果你的心能够经常定得下来，你才会开智慧。所以佛法戒说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人道跟天道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。你们不要以为自己以后要上天了，好像不得了。实际上，上天是很容易的。很多人一辈子守戒做好事，在他死了之后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他的魂魄，他的灵魂，继续在享受他的精神生活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人如果躺在床上睡觉，虽然在医院里，但是他整天做的梦全部都是天上的，很开心。他如果不醒过来，他是不是在天上？所以他一辈子都会快乐。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很可怜？因为他醒了，回到现实的痛苦中来。所以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本身就有明显的区别。一个人要懂得，今天你只要有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等贪欲，你就脱离不了病苦，你就不会有快乐。财就是贪求钱财，色就是对男女之事有欲望，名就是荣誉，利就是利益，然后再加上吃。很多人不懂，实际上吃食物都是一种贪欲。师父问你们，你们很多人身体不好，是不是吃出来的？你们想一想，多少毛病不是吃出来的毛病？所以菩萨连这个都帮我们想到了，说财色名食还有一个什么病？睡出来的毛病。所以一个人不能让自己整天的睡觉。整天睡觉的人糊里糊涂的，你们有没有感觉，今天如果睡的时间长了，是不是糊里糊涂的？你们半夜里起来，是不是走路都跌跌撞撞了？所以睡觉睡过头了，会魂魄不清的。实际上贪睡这个也叫贪欲。很多人说，我就是喜欢睡觉，这是欲望。我就是喜欢吃东西，也是欲望。你们知道佛家为什么让尼姑和尚待在庙里面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守戒。你看和尚吃东西是不贪的，因为每天吃的东西都差不多，你贪也贪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和尚为什么要晨钟暮鼓？就是晚上睡觉和早上起床的时间是规定的，你就不会贪睡。因为贪睡也是一种业。大家都知道财色名，那食睡是什么呢？吃得太多长脂肪，人就不方便了，走路在家里什么都不方便了，然后造成你的懒惰，经常睡觉懈怠了，
不念经了。所以菩萨说，第一，人的身体是苦的根本，叫身是苦本。你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因为有了这个身体，我们是真的很苦。你们想一想，哪个人不是为了这个身体在受罪？生病的人是不是身体在受罪？你们想想，很多人其实可以活得很长的，因为他的身体没了，他就要死了。如果他有身体的话，他怎么会死呢？是不是？人身是苦本，所以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根本。第二，物是病根，就是你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的贪爱是病根。如果你们贪婪的话，这个病就来了。贪什么呢？贪名贪利，就生病了，精神上生病，身体上的苦味就出来了。所以只有神识，就是精神上的意识，你才懂得人生是苦空无常。当你真正的能够明白这个世界的真谛的时候，实际上你一定明白了，人身是苦本，物是病根，就是对物质的贪欲是病痛的根源。我要房子，我要名，我要利，我要钱，苦了，生病了，没钱了，难受了。我们在人间学佛，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叫行苦。行苦是什么？就是说我们在人间就是在吃苦。为什么庙里让僧人不要穿皮鞋，穿粗布麻衣，每天早起不能睡得太多，不让吃好的，就是为了让僧人觉得人间很苦。过去叫苦行僧，就是说只要你是个僧人，你必须要苦行，就是行苦。我们现在是学佛人，要知道什么叫吃苦。你们不贪图享受，你们才会好好的修。只要是行苦的人，实际上他的时间就是在消业障。如果你今天在享受，你就是在消福报。一个是消业障，一个是消福报。消福报的人，福报很快就会用尽；消业障的人，业障会消得比较慢。但是等到他一生能够把他的业障消完，他就能超脱人道。在人间吃苦的时间是不是比享受的时间要长？妈妈要生一个孩子，十月怀胎，在这十个月里面，母亲非常的辛苦，所以要守戒，以戒为本。